孙大哥，今天下雨天又过来爬这个山了。昨天这个山，大姐过来放的，就是这个流泉在这里面。今天过来给他爬一下，他效果怎么样？这个速度很快的，不过这个挺深的，差不多有两米深吧。既然今天有好多收获，那天就不收了。本来他是两边的，那天就不收了。哦，塔罗大不大？收了，找货签，找货签。哇，都是鲛鱼仔呀、啊！鲛鱼仔多、啊，盘子的，哇哇哇！整个看看，是不是这样？黑毛鱼啊，这个叫什么鱼不知道，好多好多。哎，刺激刺激哦，搅盘器，嚯、哦，整个坑都在沸腾呢，这叫沸腾啊！不管它了，不抓它，不抓它，太嚼了。怎么样？盘盘石头签啊，石头给它盘上去，等一下比较好抓一点。看里面货。哎，怎么感觉到目前为止没抓到什么大货？哇、哦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哇、哦，哎哎，等一下不好抓。哦，轮胆啊，可以可以，第一条中货，中了中了。那就有点意思了哈、哦，我好像又摸到什么东西了，挺大的，嘿，跑了，咦，这么厉害吗？嘿，你被我夹住了，哇、哦，十九公这个个头可以，收了收了，上货上货，哇、哦，这底下怎么鱼这么多乱窜的？哎，这边看，哦，这尾巴，哦，鲨鱼啊！黑色鲨鱼丸，我看一下是公的还是母的。哎，这个鲨鱼公母看这边，这个是公的。哇，这鲨鱼丸可以啊，这一条差不多有个两丈斤，应该是有了。给它抓了，上货上货，进去吧。哎，这塔罗也够大，收了收了。啊，感觉那个牛血青鱼还是比较大，然后龙鱼有大货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管线给它拿起来。哎，别下来别下来，我先抓鱼。不跟你玩，别打倒我啊！啊！我摸到什么东西了？哦，这么大的十九公，可以可以可以！嘿嘿，还有还有，嚯！哦哦，发财了发财了！哦，哎呀，哇！哦啊，把我扎一下，扎！不管怎么样，都会把你给抓住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尿尿，直接尿尿，红金棒，可以可以，给他抓了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坑发财了，继续找，继续找，这种坑啊，想不发财都难。我感觉我又摸到什么东西了，哎，捏住捏住，哇，十九公啊，上货上货，放在这边。哦，还有。哇，这条厉不厉害？收了收了，这种的这么大的，在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100多。哇，这要多抓点回去，这个拿回去炖汤吃，绝对可以的。炒韭菜也挺不错的，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炒。算了算了，嘿嘿，发现一条鲫鱼，哦，够给你了。哎，你跑，跑走，赚了不赚你？我还是找我的火切。哎哎，货吗？感觉没节奏了。嘿，我摸到什么东西？哇，战刀战刀，战货可以，战刀好久没抓到，进去吧。哇，嘿嘿嘿，十九公，战货战货，可以呀、啊。今天这个坑不亏呀、啊，这垃圾给他带走。哎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哎。战货战货，哇，这可以呀、啊！哇，这里面今天可能是那个牛血的青鱼比较重吧，然后感觉哇货特别多，都是大货。哇，那边也躲着一只十九公，给他捡了。哎，出来出来，可以可以，战货战货，这不错。这个大石头我感觉刚才底下声音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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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很大，我试着给它盘过来，好没地方站。不管了，先盘了再做。哎呀！哇，
哦，鱼面怎么动静那么大？那我也站得好，站好了再做。哎呀，我没地方站，用不占力气，那我直接摸吧，不管了。刚才什么动静那么大？怎么摸有没有？哦，刚才明是那条那个鲫鱼，哇，鲫鱼啊，小鲫鱼，在这边砰砰砰，我不抓你，别怕，我要抓大的，小螃蟹，好疼啊，十几公，我抓一条，他一条在扎我，继续找，这种坑特别给力。好的，哇，刚才有个美女朋友，也算是粉丝吧，然后说打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什么鱼货，那等一下回去就卖给他吧，他好像人家要开车下来，开好几十公里吧，差不多有100公里，他们离我这边挺远的，啊，我再给他找一遍，没有就赶紧回去。刚才明明摸到一条，怎么跑了？不是十几公吗？找到，在这边明明摸到一条，转来转去的，走了。再摸一下，没有就回去了，赶紧回去卖货。今天应该算大发了。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然后这美女开车过来，我再给她称一下，今天她全部要，刚刚好有这个，称一下看这个有多大。这个差不多3斤3吧，算3斤，已经150，就450了。然后是这条的，要不然这些全部算150了，就给他这轮胆是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这里边再剩下那个450。哇，这个也是3斤半，轮胆跟这个，10磅，那就算900吧，全部给他算900吧。赶紧抓紧，这其他的就送给他了，都装好了，给你。我只要找你微信哦。好的，好的。害你跑这么远。那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然后喜欢大全的，记得帮忙多关注、点赞一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